你如果拥有了那一点智慧，你得到了这种感染，请问你再来看这个世间，你在做人的时候，你会贪钱吗？请问师，作为师父来说，他预知时至了，他会贪他的寺庙吗？他会贪在人间的名闻利养吗？不会的。他关心的就是你有没有真心的学佛啊，你有没有升起对佛教升起感受啊，你有没有真正的踩在修行的路上啊，哪怕慢慢走都不要紧啊。你对轮回有没有升起警戒之心啊，你有没有对觉得轮回是很恐怖的，你有没有对轮回升起恐惧之心啊？为什么佛陀讲第一次讲法要讲苦？苦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真相，然后让我们对轮回的苦升起一种怖畏心，对不对？不想走轮回的路。所以师父那个时候，也就是说他跟佛的心是一样的，他就关心众生这个，除此之外他不会关心什么钱啊、名闻利养什么，他都不再会关心。甚至到什么程度，他都不关心我死了之后你们给我穿什么衣服，你们会关心你们现在脚上穿的那双鞋以后丢在哪个垃圾桶吗？你们会关心吗？但是我们会关心我到哪个商店买，是哪个柜台买的，是什么牌子，我们会关心的，对不对？你对这个会关心的，但是真的你会关心他以后丢在哪个垃圾桶吗？扔到哪一个垃圾站吗？不会关心的。对一个觉悟的人来说，他也是这样的，他不会关心说啊，以后你们帮我怎么样怎么样，我是不会关心的。我师父圆寂的时候，尽管他预知是那么久，但是他身后的事情他一点都没有准备，一点没有准备。是我接到电话之后啊，因为我刚刚从师父那里回来，陪着师父4天，然后接到电话说，也是啊，四面八方的弟子都聚拢来说要给我过生日的，结果就在我过生日的前一天电话接到说师父圆寂了。然后正好这么多人，我说大家赶快念经。然后呢，我这也莫名其妙的，这之前我就亲自到那个去找布，买那个麻料啊，麻料，你所以大家都知道我穿的衣服都是麻的，为什么现在没穿呢？哎，因为这次没带来，刚要来之前把那个拿掉了。我说天，现在哎，那个台湾应该要凉了吧，哎，拿掉，都穿的厚衣服来，厚衣服结果来没薄的，临时买的，否则的话我都是麻料的。那个时候是我亲自去买的那一批麻料，就除了那次亲自去买，再也没有去亲自买过，都是弟子们供养来的。那次我买了，染了颜色，啊，定做好的，哎，正好师父圆寂，我把那批麻料都带过去，连裁缝都带过去，连夜赶哦，给师父做寿衣哦。师父对他自己的身后事一点安排都没有的，啊，那你想想看，到他圆寂的那天，他还是很正常的、很平静的给大家说三皈依讲法。我们要想想看，我们能做到吗？我们能做到吗？如果你能做到，你就能预知时至，对不对？你做不到啊，那要不要修？要修啊，这都是修来的，都是修来的。所以这个时候我通过这些思考，这些题目的思考，去将心比心，去感受师父的那种生命状态，慢慢慢慢哦，我的眼界啊，我的心胸啊，啊，我对佛法的领悟啊，有一点质的改变了，所以才会这样，啊，我才会哎呀赞叹海涛法师啊，才会生惭愧心啊，才会打内心里随喜他。所以我常说嘛，
我说我法名叫水传喜，他看到传看到海涛法师，我就叫水喜了，就不叫传喜了，因为他更伟大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世界与我们同在的，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，我都感觉到很温暖。啊，我也有烦恼，管寺庙啊，各种各样的人呢、啊，有徒弟还好说，你怎么说徒弟都很虔诚的，不是都是徒弟呢，每天打交道啊。你庙门得开啊，那门庙门开的进来的人都是什么人啊？什么人都有啊，有地痞，有流氓，有小偷啊。什么人都有啊，要过年了，哎，来个问你要钱的都有的。哎，他也不是问你来抢，也不是给你拿，他说什么，哎，都是帮帮兄弟啊，过年了没钱了，那个茶叶卖2000块钱给你。我还遇到过这样的事，后来说我是寺院哦，算了，我给你200块，我也不要你的茶叶。后来还真的把他答应了。但是从来再也没来过，但没来过的，毕竟我这一辈子还遇到过这种人呢。哎，也就是说，什么人都会遇到。一天下来，哎，也是有很多生命里很多垃圾的。但是，我房间里有生命电视台的。晚上只要一打开生命电视台，马上房间蓬荜生辉。一听到大师父的声音，整个空气就布满了黄金。哎呀，烦恼顿消，法喜充满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？有没有？哎呀，赞！赞！哎，真的，这是福报太大了。有时候我激动的时候就对着电视机磕头啊，向他拜啊，因为电视机替佛宣扬啊，里面法师通过电视机在讲法啊，讲的是真理啊。如果喇叭扬声器哦是电圈磁铁组合出来的，但是它发出的是真理的声音呢？你要说扬声器是假的，那我们声带也是假的呢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要说电视机是机器，是电子管，是显像屏合的，那我们人也是四大合的呢。你说对人能磕头，对人能讲法能得利益，听电视机讲法也能得利益的。对人要磕头的话，对电视也磕头的，对不对？就怕你那个频道暗，从佛的世界里跳出来，又跳到魔的世界里去了。请问是不是这样？那手上一按，就从佛世界跳到魔世界了。佛和魔是不是一念之差？就是一念之差。这个修行有时候就是看电视就知道了，看着看着心就不安了，就想调别的台了，对不对？念佛也是的，念着念着又不知道念哪去了。哎，所以忆佛念佛不容易的。电视你看好了，叫忆佛念佛，就看着电视想着电视，法师讲的法，就怕你眼睛看着，然后心里想，我看看，我换个调台吧，想看看，哎，看看华视吧，看看什么，我也讲不出来。你们台湾台很多的，反正就是魔的台多，佛的台少，对不对？哎。通过看电视就知道我们修行要该怎么修。哎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聚餐呢，先吃一吃这些啊，吃一吃这个法食啊。哎，聚餐的时候要菜要多盘，多越多越丰盛呢。所以我今天也是啊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啊。
啊，很多道菜，酸甜苦辣，讲了很多。好家伙，啊，以此功德回向法界众生，也回向我们个人堂上历代祖先、立身父母，累劫冤亲债主，回向我们盐水的这个啊、哦、中心里面所有历次法会所写牌位，回向我们这个讲堂所有义工的历代祖先、立身父母，累劫冤亲债主。哎，回向我们生命体系，台湾各中心、各波罗蜜书房，所有联络人、义工，所有参加的有缘众生的，包括里面写的牌位，啊，所有的，回向我们所有的护生园区里面的鸡鸭猪狗啊、鱼各种各样众生，回向我们所有每次放生的众生，回向我们所有的堕胎牌位，每次法会所写各种牌位。哎，过去啊，佛说，哎，就说世人爱真经，是爱真经哦。经子拿来要看十八开、二十四开的，看看哦。哎，越足经越好，世人爱真经。菩萨说呢，我爱刹那净。世间的人爱黄金，修行的人爱安静，经多乱人心哦，是不是？经多乱不乱人心？经多乱人心哦，不要说怎么花了，存什么银行都得思量好长时间了，不是存进去就算了，存进去还得挂碍着，哪个银行现在又利息涨了？经多乱人心，静心成正觉。静安静的心会成正觉哦。到底是黄金好还是静好？静好。哎，所以修行人呢，远离愧闹啊，清清静静的。哎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啊，我们也回向我们台湾风调雨顺啊，这个能够啊，我们所有这一方土地的众生能够早日学习皈依三宝，学习佛法，开智慧，求生净土啊。回向今天所有参加我们这个法会的啊，非人等众啊，四生六道九游十类一切有形无形各种众生，都能离苦得乐啊，灾消难满，往生净土啊，趁大宝莲花离苦得乐，往生净土。阿弥陀佛。啊，也回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阴超阳泰啊，我们现世父母啊，身心康健，过去父母啊，离苦得乐，我们也阴超阳泰啊，然后呢，每天学佛无障碍，啊，工作顺利，生活愉快，啊，学习啊，修行进步，出入平安，昼夜吉祥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也回向我们法师啊，这个道业精进，我们道场呢兴隆啊，这个越来越兴隆。所有这边结缘的众生，皆能够啊，委缘消除啊，
我们此方道场昼夜清净。